近日，第五届沈阳新竹青少年艺术交流展在辽宁省沈阳市拉开帷幕。本届交流展以“画乡一脉，同向未来”为主题，展出内容涵盖400余幅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。交流展期间还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品鉴活动，旨在促进沈台文化融合交流，推动两岸青少年共同弘扬中华文化。据了解，本届交流会将持续到10月31号。